仍然事事关心系我哋一贯态度。谁害怕头条新闻？唔用喷漆喷落墙布，代表基层，代表市民，我哋系真相响度。新一辑新方向，你放出我党住中央，奉旨界嘅榜样，我哋当仁不让，强势回归。头条新闻五月再次翻嚟，又再睇准时势，继续讽刺事件。